原标题：亮剑楚云飞为何战败后还能升任军长？仅凭这个预言他就够格。亮剑楚云飞为何战败后还能升任军长？仅凭这个预言他就够格。亮剑这部剧应该很多人都看过。在剧中，楚云飞虽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打着天子门生的旗号，但是论指挥水平，论作战能力，他其实远不及草根出身的李云龙。衡量一名优秀指挥官的标准，在小编看来，就是看他能否率部打胜仗。如果打不了胜仗，所谓的学历、背景、军事素养等等都是虚的。在亮剑中，楚云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，有学历，有背景，也有不错的军事素养，但是由他指挥的战斗似乎就没有一次能够打胜过。比如鹿野之战，楚云飞的358团仅仅与日军坂田联队交战不到一个小时就伤亡300人，最后狼狈撤离。还有将军岭伏击战，楚云飞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，仍然让山本特工队逃出了包围圈。虽然楚云飞难求一胜，但是观众为何仍然觉得他是一名骁勇善战的虎将呢？这其中的原因恐怕与他的对手有关。比如李云龙就给了楚云飞很高的评价，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，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，老太太吃柿子，简短的捏他，要揍就揍楚云飞的89师。从李云龙的话中不难看出，他可以无视一切对手，但是唯独要对楚云飞另眼相看。还有山本一木也是如此，他曾经专门收集过有关楚云飞的资料和情报，对楚云飞是赞不绝口。写到这里，小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楚云飞的厉害其实都是靠对手吹捧出来的。在抗战时期无所建树，同样在内战时期，楚云飞也是难求一胜。楚云飞和李云龙从马关据点受降开始，一直斗到中原突围，再斗到淮海战役，这期间几乎次次都让李云龙占尽了上风。尤其是淮海战役期间的赵庄之战，楚云飞的89师简直武装到了牙齿，然而却始终奈何不了李云龙的花野2师，直到最后大败而归。随着淮海战役的落幕，楚云飞的89师也落了一个被全歼的命运，连楚云飞本人也身受重伤，差点性命不保。幸亏蒋校长调转剂，将他接到福州疗养。然而就在楚云飞接受治疗期间，蒋校长不但没有降罪于他，相反还给他升了官，被任命为第25军中将军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楚云飞为何战败后还能升任军长呢？仅凭这个预言他就够格。虽然楚云飞屡战屡败，但是他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却是李云龙无法相比的。比如战略眼光，可能楚云飞不能算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将，但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战略家。小编认为楚云飞不是将才，而是帅才。那么究竟是哪个预言让楚云飞有资格升任军长呢？接着往下看，在医院疗养期间，楚云飞的一些老部下纷纷过来看望他。在闲谈之中，躺在病床上的楚云飞就对眼下的局势做了一个精准的预测。在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资料的情况下，楚云飞仅从报上的信息就精准分析出了我四大野战军的进军方向。比如他就提到了一野要进军西北，三野要沿着宁沪杭南下福建，二野再夺取安徽江西之后接着向西进军川湘康地区，四野南下两湖之后再进军两广，并且楚云飞还判断出我军有意避开国军主力，然后进行战略大迂回，等到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形成之后，再一举吞掉大陆的所有国军。很明显，楚云飞做出的判断是准确的，之后的局势也确实朝着楚云飞预测的方向在发展。所以楚云飞在战败之后还能升任军长，仅凭这一个预言他就够格了。
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